跳到四千。哦。一二四千，二 A C 大于一，就要解套。B 的二四。知道我昨天在讲什么？举手。一张是讲 X 轴啊，了上面一点没有啊？啊，公式哦。P 二四轴是 X 的几角？加四。二次函数跟 Y 轴有几个焦点？一个焦点。一定有啊。那你要怎么算？X 带领进去，看它长多高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 ，X 带领进去。那如果他要问跟 X 轴的焦点，如果他要问跟 X 轴的焦点，我带领。如果他要问跟 X 轴的焦点 ，Y 带领，就是 Y 带领。Y 带，所以这一个二次函数跟X 轴的焦点，如果它有焦点，它三 X 二次方减二 X 加一就有机会可以变成多少？也就是说，当 Y 是零的时候，如果它可以碰得到 X 轴，你应该可以算出这个方程式的答案才对，因为它要碰到 X 轴，所以这个方程式应该要有解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方程式没有解的话，它就代表它怎样？就碰不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。我们之前有谈过这个东西，之前没有。我再讲一次，这个东西是一元二次方程式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它经过配方之后，经过一些处理之后，我可以把它转换为下面这种结果。先假设你会。我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模样，当我把它变成这个模样之后呢，为什么想要把它变成这个模样？这是 4a 平方哦。对。告对。等一下配平方的时候容易错。好，所以我会得到什么呢 ？x 二四加 a 分之 1 x 等于负 a 分之 c。这样子，全部出耶。好，再来呢。进行再把 a 除二，好 ，a 分之 c 除二。再来的工作是。再来的工作会的举手。好。
起来，其他人看我这里。那你就去了。对。我们就是你接下去往下算，七，前面要算了，你要从前面开始来，七七多少？49。然后这边可以开始七，好，然后。14×7=14，14×7=14，所以7的2倍14，14除以2得到7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这些没了，我这边写10，你这边你们找5，这里你做什么事情得到那个除以2，小心哦。那如果我这边是这里要填多少？2/5，一样哦，除以2就好。只是刚刚的除以2很好算了，10除以2就是5了。啊，现在不好算，5除以2分数让你觉得害怕这样而已，2/5，所以它就2/5，所以这里就会变2/5，然后这里会变什么？2/10，4/20。再来，这里如果7呢？2/7，2/7，这里。好，这里有 A 呢？2/2。2/A 乘2/A 就会2/2 A 乘 B 乘4/4。这个的一半是2a/b，然后配上它的平方，不好懂吗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那就是不懂。那目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再一次。你这个会吗？知道这个吗？知道。这里如果是 a/b， 我的目标是这边要变一样，我的目标是要这边变一样。啊，为什么要变一样？我等一下再解释。昨天其实有解释过了。我目标要变一样，我变一样我才能够解。这里 a/b 的一半，所以是 a/b 的一半，所以会变成2a/b，所以2a/b乘以2a/b，所以是
分母成分母分子成分子就会变成二的二次，没什么用，变成二次，变成二次，所以我会减少二次的次数，我需要它才可以正常，特别是加二的才一直变。我的目标是要透过配它，然后变成这个。写好的，写我昨天给你的练习卷，所以我需要配上四 a 平方分之 b 平方。什么二 a？ 对，我刚刚写的是二 a 分之 b 的平方，都可以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这一个是这一个的一半的平方，好不好？这一个的一半，一半之后这两个乘起来是得到它，所以这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前面这一个东西一半之后再乘以乘，所以我要配方很容易，就是 x 二次方加八，我要配多少可以变平方？配上中间那个数字的什么一半，然后再把它怎样平方就可以配成什么 x 加。16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的题目是 x 平方加 2x， 我要加多少才可以变平方呢？我就把这一个怎么样，这里如果是2，我就把2怎么样除以2，对不对？除以2之后呢，在一乘一得到多少？所以这样来讲，是我把它除以二，除以二之后再把它平方，然后它就可以写成什么？就可以写成 x 加一乘 x 加一这样。这个发给不喜欢的。
刚刚已经用 A B C 去算，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直接解决。所以我会先算什么？好，潇洒。
三到第十名，刚刚发的这段你学习单词。不是要重复名字，那个就是要利用前面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要说它的。有变成它没有？对，要变成平方，它才会变成飞机。是 x 平方加六 x 等于四。那你这个你知道怎么配平方的就是什么？你要配多少 ？x 加。要讲完整一点，你要配多少 ？x 加多少？不是，你要给他什么？那个是结果，你要给他多少？你要给他六的一半的平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边给了，你这边不能没有给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给了之后，它就可以变成，然后这边就会变成三，然后我就可以算，对，移过来，不是，好，排一回哟，没有，你打 X 一回，男同学先看我这边来，先看我这里，请问一下。这个的平方等于九，这两个相乘等于九。请问一下，上面这个星星等于多少？正负三。正负三，下面的星星。太多了。下面的星星。行不完。而且看那板很重要。啊，那个星星跟星星也不了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好，这个给不同的。有你叫的呀。下面这个框框跟那个圆圈一点，请问一下这个答案等于多少？很多，一些无限，随便你写都对，对不对？只要搭配它乘起来得到九就好了。对啊。所以我们的策略是，只要我有办法变成一样，就是你不要不一样，你如果是一样，我就可以算答案。因为你平方等于九，你平方等于九，所以就代表这个一定会等于什么？正负三，你就可以算。那如果你不是九，比如说如果你是三，你要三嘛。如果你是五，星星怎么办？十的平方会等于正负多少？九的时候你知道三三得九，五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不知道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用根号来表示，还记得吗？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用根号我来表示，不知道的时候。知道的时候，所以如果 x 加三的平方如果是十三， x 加三的平方如果是十三，这个东西平方之后等于十三，我不管你是多少，反正你平方之后是十三，所以你就会等于多少？不是，你是除以二，不是除以二，小心你们会有这个习惯，不是除以二，三二，就是。平方要等于五，我必须要根号乘根号，不是根号我的一半，因为这是平方，它不是乘以二，它不是两倍，所以我平方要等于五，我就必须要根号乘根号，必须要这样子才可以。所以这个的平方等于十三，那这个东西就会等于。根号十三乘根号十三，可是它正的可以，负的也可以，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三移过来，就会有。好，同学来看这边，全部看我这里来，全部看我这里。黑板这个你 OK 的，可以不用听我这里，但多数人都要。全部看好，不用再写了，因为我要你填的目的是要让你清楚你在干嘛而已。好，我们的目的是这样，你要注意看，我们的目的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我能够把一个东西写成平方，这个地方不管是多少，我都能够马上算出来它等于多少，这是我们的策略，我只要能够把它变平方，
这里是一个数字，我就可以马上填框框等于多少。那个名单片这边，又等框框等于多少？里面填多少？四跟负四都可以，因为负四平方也可以等。如果这边是十一呢？我们除以，再除以。里面填多少？根号十一跟负根号十一。如果题目写说这个的平方等于负七呢？需要。陈银珍，要填多少？无解，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数字平方可以得到负数，你找不到，就像是给你负九好了，你找不到一个数字，你连续乘两次可以得到负九，你是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所以我说它无解。如果它的平方等于零呢？代表这个空格是无解。零，有解啊。它一定是多少？零。零。我不一定有。我不一定有解。好，没关系，给你。好。我不有解。好，所以来注意听，注意听，看我这里，全部看我这里。所以我这个动作在做什么？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，这个我透过这个过程，注意听啊，我先不管你会不会，我透过这个过程，我透过这个过程，我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模样，我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模样，我可以把它转换到这里，到这里我就要停。为什么就要停呢？因为平方之后得到这个数字，这个数字是正是负是零，会影响到我接下来的解法。那这一个东西是正还是负的，由谁来控制？分数上面的。4a平方本身一定是一个正数，这里一定是一个正数，所以这整个是正是负完全是由上面这里来控制，你懂它、哦、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说，我不管你丢什么样的 ABC 进来，只要你丢进来之后算出这个东西根本是负的，你就会说 X 没有答案。因为如果你是负的，代表这整个是负的，所以你找不到，不管它是什么，不管它再怎么复杂，它平方之后绝对不可能是正数。我讲错了，平方之后绝对不可能会出现负数，所以这里如果你算出来是负数，我就会说它是无解。也就是说 ，A、B、C 随便你填。如果我的 A 填三，我的 B 填负，我的 C 填一。那我的方程式就会变什么？我方程式会写什么？会变什么？黄玉伦，我的方程式会写成什么？这个是我 A、B、C 随便你填嘛，我就可以写成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如果说 A 等于三 ，B 等于负，新统一，我的方程式会怎么写？方程式怎么写 ？A 如果是三 ，B 是负，新等于一，我的方程式怎么写？代表的方程式怎么写？怎么写 ？A 的位置填多少？学会写什么？3x2次方。再来呢 ？B 是填多少？负。B 填负，所以会怎么样？减五 x。再来呢 ？C 填多少？加一。C 填一。所以如果你填的 A、B、C 是这样，那你的方程式就会长这样。那你方程式长这样，这个到底有没有解？这个到底有没有解？当我们不知道 ABC 是多少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 ABC 是多少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。我要判断它有没有解，我们透过这个来看。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，先算什么？先算算看这个东西，来检查。先算这个来检查。所以我们检查一下。自己来，写在笔记本上。
过。每一个人都写，每一个人都写，写在笔记本上。题目要写。就完整的写。在不知道 ABC 是什么的时候，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可以算这样子。那当我把你的 A 代三 ，B 代负五 ，C 代一的时候，我的方程式就会变这样。那我的方程式变这样之后，我要知道我的方程式有没有答案，我要先去检查 B 平方减 C 型。请你把 A、B、C 带进去算出来。算出来之后呢？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你知道怎么办吗？先带进去算，好，很好。带进去算。带进去算。你的 B 是负，把负带进去。B 是负，负带进去。他说平方，你就要平方，减四乘 A 乘 C。式也要写，式是公式里面的，式是公式里面的。B 是负，带进去。B 换成负，把 B 换成负，懂吗？写进去。对，那你把 B 换，因为它是 B 平方减 CAC， 对不对 ？B 跟 CAC 是公式里面的，那公式里面的 B， 我现在是负，懂吗？所以 B 平方你要用负带进去，写上去。四乘 A 乘 C 乘法出来，乘法出来。会按下负五 B 哦。好。来，同学注意哦。你们会这样子写。什么叫 CAC 呢？是四乘以，这是省略乘号，乘以 A 再乘以 C， 这个叫公式。这个务必要背起来。这个写法是错的，很多人都这样子写，它是错的。就算你接下来对，我也认为你的想法有问题。什么叫做 B 平方 ？B 平方是什么 ？B 乘 B， 那 B 现在如果是负 ，B 现在如果是负，你带进会进去会怎么算？会负五乘负，那你要怎么表达负五乘负？把负括号起来。要括号起来才可以。你没有括号，有括号。跟没括号是两个不一样的意思，这个代表的是上面这个意思，这个代表的意思只有五在二次方，只有五在二次方，所以要小心哦。括号，就算出来多少？二十五扣掉十二等于十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发现我如果带三、负跟一带进去的时候呢，这边算出来是一个什么数字？十二数。那上面是正，下面也是正，那就代表我有答案哦，对不对？有答案，既然有答案，我就可以继续往下算喽，对不对？我就要继续往下算。那继续往下算的算法是这样，答案二 a 分之负一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c， 这个怎么来？先不管它，先会用的话，答案。所以来，既然有答案，我们就来算。既然有答案哦，答案就是这个，答案自己算。我不给你 A、B、C 的时候，你知道答案是这个。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A 三 B 负 C 一，那你就真的可以带进去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把答案算出来，自己带。
算错了。既然大一点，他就有答案，有答案就要把答案算出来。这一份都解决了吗？你这三个公式解算，那三个公式解算。这一题的关键在这一个算式，这一个算式它最特别的地方，特别在什么时候呢？那一个算式特别的是特别在当它是八十的时候，它没什么，它负二十的时候它没什么。因为你八十带进去它等于。而且它是二次函数，对不对？你八十带进去它没有涨，负二十带进去它没涨，所以它图形会通过。它图形会通过负二十跟八十的地方。问题是它是这样子过呢，还是这样子过？哪一种？看得出来？自己带哦，自己带哦。啊？最大。没问题的，请你把我刚刚发的那一张把它写完，好不好？写完的，写昨天那一份，昨天那一份我下礼拜要收哦。做哪呢？正一点，你我们已经一直在算，一直在算，都算完了。我专门丢的材料。对，我很想也应用问题，我刚刚明明要拿过来，你去我车上拿好不好？现在哦，老师。你下课找我呢？当然呢、啊。你为什么说要白痴？白痴的道理在哪里？你解释一下。都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讲叫白痴。白痴人老师，来，带公式。那个。陈颖真上来写，上来上给我看。请你会算的人，请你去算第二页最下面那三题，都用公式算。第二页最下面，第二页最下面。你算完吗？不用这样算，不用打开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用打吗？因为他已经帮你弄好了。哦 ，X 大爷。不是，他已经帮你弄好了。那都不错，不错，大家没有。那个，然后你每天有上月的收收，对，然后对，那个什么，对。然后就是超越解放者。哦，谢谢你。然后给我们双手，我说这是很幸福。然后现在要算给一个人，然后这两个加起来，我想要变成你。这个要减一，这个要对，然后你把这个加回来，对，我如果要让它变你，对。所以 X 的答案等于多少？好，这个就是最大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最大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弄清楚它。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算？关键在哪？不接接力，然后撑起来。对。等一下，再来哦。这个方法是这样，这个方法的妙用在这里。刚刚教你的这个方法，刚刚你在解的那一题，你刚刚在解的那一题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？他的想法是把它变一样，做它改变一样，就是它是两个不同的观点。这个是一个观点，然后刚刚你在解的那一题有没有 ？X 平方加六 X 等于四的那一题有没有？
Nighty的解离策略 ，Nighty 解离策略是，我把其中一边变平了，然后就是把它变一模一样，变目一模一样之后，如果你这边不管你是什么数字，我就可以马上判断你有解没有解，有解我可以往下算，没有解我就无解就好。它的关键在，它的关键在这里一定要变平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数字，它是两种多关键。要么就这样，要么就那样。它是不同的策略。好，来，你这写的很好。Very good 呢。哎，这地方他没有犯很多人会犯的错，很多人都会负 b 写负是错的，负 b 的上面写负，所以它是负。通常很多人都会错在这里哦，很多人这边都会多了一个负号，可是它是错的，这是对的。来，同学暂停一下，请问你一下，请问一下，刚刚你算这个方程式的时候。你算这个方程式的时候，可以算出两个答案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代表我的函数是3x 平方减5x 加1的时候呢？来，同学看我这边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全部看我这里。你刚刚算它等于零的时候，你可以算出两个答案，代表我这个函数，代表我这个二次函数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它的图形会怎样？它图形开口往上没有错，你从哪里看到？三根子。从哪里看到的？从哪里看到的？它的图形开口往上，从哪里看到？等一下，抱歉，
昨天我发的那一张回去当作业写，包含现在发的这一张。